我勒个骚哥，野生的空心菜正好配我的野生方便面。这可是万毒之王，你也敢吃？没听说过，空心菜而已。它吸附重金属的能力相当强，吃了痛风、抽筋、脑壳疼。你看看周围这么脏，它不就是王中王？王中王一阶更比六阶强。是哦，那还真不能吃。所以嘛，你去别处找找。你才是王中王，你全家都是。大傻春，我在帮你啊。哼，没一句好话你还帮我。专家都辟谣了，我只是速生蔬菜，生长周期比较短，大概20天就能收割一波，所以在吸收营养成分的速度比其他蔬菜快一点。而且我这个生长环境里的是属于有机肥，不是重金属。我们空心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， 身体里的钙含量还和牛奶差不多，可谓是好处多多。咦，这么好，现在就带你回去。哎，不听本从言。还缺点葱花。